就是如果我们在那正边途上才有二十种图在那边带队啊，在那边安排发二十种图案吗？对，我这种二十种。我那种是18。啊，我这种二十。这边没有人头钱是吧？没有啊，我们我怎么没有人头刚刚拍在手机上很漂亮的这个东西。阿星大爷要跟手机啊。那你们去人家工厂拿货拿多少呢？这种哪个？这种。这种吗？嗯。这种的话，套料都是10000的嘛。喂。不要，声音太大了。我把我拉过去的，我们自己用就好。眼睛都看花了，这个东西。我问一下。OK。那还不止二十种图案呢，我站这么久了。625的轴承，改了模的。不是我们自己开的模。这模式我们自己开的，别人站1分钟几十秒，我们这个你看现在呢，都1分40几秒了。我还是首先先站啊，我再拍的。2分多钟模。625的，没有从来没出过，全部出的608。608的，他在做灯，他站不多久。我们这个，因为我们开模，我们就是。东西要有个优势嘛，我们这个随便站2分半钟。现在有2分半年以上的。